代表人都到了，只剩两个，他们排就，大家如果差不多可以往月台去，没关系哈，自己那个可以慢慢过去。你要彰显自强号的好，就要赖一点。爬山，这样是不是最快？哎，你干啥？哦，这样子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哎呀，我们睡一下。参加这个队伍应该大家都是佼佼者哦，但我不能跟那个学生的那个年轻的三包相比，可是大家能够在入社会这么久还能够来爬山，其实是件很不简单的事情哦。都没在吃吃喝喝就回去了，哎，有些人不是说要怎样说，你也该干点事吧。好，干点活，可以啊，可以。你看下一次李市长换第几个十年？你是有在录影的是吧？对对对对，我对对对，那完蛋了，你完蛋了，他没有说不干。对啊，你说要每年要有个目标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没有，我说我赞成这个庄亚兰这个继续干，连任一直做一直做。不知道你是中哪个幸运。那我就跟他讲说，我最大兴趣就是爬山，就不是去玩女人，应该也一样。大家想一想，说的也是，说的也是。就像你看掉两滴眼泪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奇怪，这句话，医生，这句话我也讲过了，一句话没有吗？因为我昨天晚上那个价值就出来了。昨天我看，马上知道嫁对人了。我看昨天回来以后，马上跟我讲，他某某学长有小三，我就跟他讲这句话。其实当医生没有小三的很少。对，好，你看，对，因为没有别的兴趣跟嗜好。十年后要去哪里爬吗？我还是觉得武林农场最适合，对不对？有人可以从大半间走过来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对不对？有些人厉害的人，有些人可以从什么自家羊那边过来啊，对不对？请你歌唱那山野的巍峨，南乡方便歌唱山野，歌唱南阳的波涛汹涌，唱青春鸟语，唱那金色长空，还要歌唱伟大的英雄。万事有勇气奋斗的人们，哎呦，你说话不错，是不是生病了吗？原来是他老爸生病。谁生的智慧，就谁去争取，谁去争取谁得到。唯有努力，一定会成功。我走在最后一句。亚兰，还有纯君三个。有，还有哪个女的？好像没有了。现在嘉华他们睡这吗？不是，所以只有你们三个。那其他地方跟大家提一下。就潘建元两个女儿。他们一家，没有，他们一家一起。那你喜欢你们谁要睡呢？靠近男生那个。随便啊，都可以。因为都。我找个比较没有威胁性的。阿米走进去的。
他们从这边冲进去，但是在这边会冲日本人，所以你不能说日本人是就从这边去敲，那拿那边去敲，这边需要 view， 如果有会放好，这个没有关系啊。我以前听说听好认真的，你自己敲一个吧。感谢林超学长。没有没有，你都你不好像都还没喝嘛哈。对对对对。有拿罐拿了吧？等一下。他会喝的，他会喝。罗毅，我立刻喝。谢谢学长。喝完了这个罐子集中一下，我等下最后。同事们就这样说，